大家好，我是建筑城市论坛的王竹。我相信有很多人会疑问说，为什么我会创建这个建筑城市论坛？我的建坛目的就是为了要让比较对建筑有特殊兴趣的一些特殊的网友，还有不是特殊的网友，就是对建筑有特殊兴趣的，像是比较高的建筑啊，还有有艺术造型的建筑啊，还有古迹啊，都可以在此其中讨论。还有呢，为什么我会想要说这样子说明呢？是因为我觉得创建论坛这么多年了，我的论坛几乎没什么起色，所以我想到了想要有一些互动，就是跟一些网友有这些网主跟网友互动，或许能带起一点风气。或许我不是很好的讲述者，不过我相信这些可以从时间的累积中可以自我学习。因为我论坛目前是很少人嘛，不过我也很感谢这些人，有这些人的支持，我才能得以继续经营这么多年。在接下来未来几年中，我可能会以坐捷运啊、坐高铁啊到台中、高雄去，对一些高楼啊或有艺术建筑啊进行一些拍摄。我不是什么专业级的摄影师，不过我相信这可以从时间的学习中自我提升，也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大家的捧场。关于建筑城市论坛的起源呢，我或许以后会再出一些不同的影片给大家说明。好啦，现在我要去继续到台北拍摄一些高楼啦，希望能有下次更好的影片出来，谢谢你们。